新城乡公所举行的新城乡格马兰纪念公园揭牌及文化祈福活动，要传承新城乡特有的格马兰族文化。经内政部户政司2023年的统计，总格马兰族人人口数有1572人。新城乡公所透过丰富多元的文化族群底蕴，让格马兰族后世代有寻根感念的所在地。新城乡公所21号上午举办新城乡格马兰纪念公园揭牌及文化祈福活动，传承新城乡特有的格马兰族文化。经内政部户政司2023年人口统计，总格马兰族群人口数约1572人。新城乡的合理台表示，地名是先民的脚印，是历史的缩影，是人与自然真谛留下的血泪证据。我们或可以从地名一窥地方的开发史以及筑基，从嘉里湾到柳柳，我们嗅出平埔族的气息，因此格马兰族纪念公园所蕴含的意义。哦，萨基拉亚跟格马兰差点灭族，哦，所以我把它面对这个萨基拉亚，哦，萨基拉亚就是国府里那个地方，这是有典故的哦，因为当时这个两个部落是最友好的部落，在这个奇莱平地，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奇莱平地。哦，是最友好的一个族群。虽然这两个族因为部落的不管是妇女被欺负也好，还是因为汉人的事件，哦，两个事件呢导致这样子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两个族群原住民他愿意为自己的部落妇女的权益也好，还是土地的权益的各方面的以及族人的各项的福利，他们愿意来挺身而出打这一场战。县府原民处辅行科科长罗进达少表示，新城乡人重视原住民的各项文化历史，也肯定新城乡长何礼台的用心。在何礼台乡长的带领下，从我们北到新城，南到嘉兴、都可以看到我们原住民特色文化的一些基础建设意向也好。那今天特别有这个格马兰这个纪念碑的揭牌仪式，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感心，感谢我们乡长在文化复振、文化推广上面的一个努力。那未来如果公所这边还有需要，那我们原民处花莲县政府也会跟我们所有的族人站在一起，也希望我们继续来为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来推动。乡长可代表是18世纪末汉人侵垦宜兰之后，导致格马兰族往南迁徙，在19世纪中叶与花莲平原嘉里苑现在乡嘉里村溪畔公园临近周边，曾是格马兰族开垦世界的聚落。为避免因文化变迁等因素使乡亲甚至族人遗忘，乡公所特别规划格马兰纪念公园，以完善保存迁徙最终落户嘉里村所在的纪念性。感谢县长许正伟以及各位县议员的协助，也感谢县的乡民代表会全体代表的支持，让历史与文化也能够得以在今日永续保存并且流传。记者金弘毅，新城乡报道。